欢迎大家收听呢个动漫战队啊，系啊，又到咗呢个番组回顾嘅时间啊。耶，血汗工厂。大家好， yeah. 我系阿轩啊。蓝框，系我系大王啊。咁讲啦，其实呢节咧唔系我今日翻嚟录嘅第一节嚟嘅，我今日系啦调转次序录嘅，系咯。咁所以咧后面有啲叫做今季热门啲作品都会讨论到嘅。咁不过翻嚟第一节咧，首先都系讲翻一啲。可能是戀愛為主或者女角為主的番組先啦，輕鬆啲嗰啲啊。咁而第一套咧叫做都係今季受歡迎作品啦，就係、是《我內心的糟糕念頭》嘅 Season Two 啊。係啊，今季被人譽為係呢個咩啊純愛天花板係嘛？呢、這個聲稱。啲人話咩又要咩攞胰島素針啊，又要攞咩咁樣咁啊？我開季嗰陣咧，好似講過呢一個台南甜啊嘛。誒，而家咧去到最尾一集，佢連台南人都覺得係太甜啦！屌你老味。但係大家吸得好開心嗰只。係啊，吸得好開心嘅。咁但係，但係又哇，真係甜到你大佬點頂啊？不過照俾繼續俾我啦咁樣咯。系咁我想讲即系甜呢方面就固之然噶啦，呢样我觉得都唔系好需要点样讨论嘅。咁啊，但系我自己就比较想讲咧，就系、是、阿男主角俾到我个印象真系成长得好大。系系系啊，即系佢由啱啱一开季嘅时候，甚至乎有好多人因为阿男主角而弃坑唔睇呢套嘢嘅。话佢好中意病个性格，好似好烦咁啊嘛。系。咁啊，去到臨尾即係第二季嘅時候，都唔使臨尾啊，第二季開始嘅時候，其實經已開始睇到阿男主角咧係比起以前係成長咗好多。係呢個成長係非常之明顯，同埋都越嚟越係往好嗰方面去做。呢套咧，因為我又係嗰時睇完第一季走咗去睇翻漫畫啊嘛，同我又係因為睇完季動畫走咗去睇嘅漫畫嗰另一套就係阿邊個啊？戀上換裝娃娃嗰套咧，呢兩套作品都係有同一樣嘢就係、是。都是我去看原作，然后我是觉得喂，不是应该好像男主角条线，我想看男角条线，我试过男主角条线还好看，又不是还好看，男主角线好看到我很想追看下去，会是，是，又是做到一件事，那个男主角其实是很讨好，还有他写了成长的东西，不是前面那些说他什么，他自己知道自己喜欢病嘛，最重要，他的喜欢病不是写得不好而来嘛，而本身就是设定了他有这个性格，设定了人好像很孤僻，很不坦率，或者那个人是咁，但系佢就系佢自己都知道晒自己衰嘢啊！甚至乎其实第一季嗰时喺度无啦啦觉得阿亚妈达你应该借我个条嗰啲咩走嘛，但系佢其实倒翻转谂就系、是，其实我知佢唔系咁嘅人嚟嘅，其实我系逃避紧嘅。咁嗰时已经系见到有啲成长嘛，但系到今季就系有若干一啲叫做重要少少 event 类咁样啦。佢每个 event 都系有啲嘢你会见到呢个男主角去谂嘅嘢，佢点成长，佢又。在入面怎樣叫做打破自己以前不好的嘢，要變得好咁樣。咁你同埋睇到尾嘅，覺得甚至乎你係呢對嘅男女主角，係因為佢哋遇上咗對方，所以其實兩個都係越變越好嘅，可以話係呢樣嘢又好睇，我覺得。好記得中間咧，阿山田其實有幾集咧，你都見到佢同以前第一季嗰時睇係幾唔同嘅，即係無論係。當然啦，佢進攻嗰啲嘢都好甜嘅，但係佢最緊要係個個人嘅，例如有一集係去睇佢做 model 啊，或者係最尾當然係即係嗰個 event 就係話啊，佢想去做依一個 audition 嗰啲嘢，其實你都見到佢個轉變係好唔同嘅。咁當然就包括例如阿山田成家人啦，應該兩家人都好得意其實兩邊，仲要阿市川家姐無啦人氣爆升，我都想講，係啊，突然間佢個家姐又好高人氣，我都唔係好明點解。我懷疑有啲人因為有睇原作咧，就將嗰份感情投咗落去。因為阿市川家姐後面又有好多嘢又講又得意嘅。嚇，咁啊，啲角色其實係越睇越討好，同埋佢其他嗰啲角色咧係寫得幾好。即係好似阿竹立，即係另外阿男主角、那個，另外幾個損友啦，後來即係其實已經變咗朋友啦，或者阿山田另外幾個姊妹嗰啲嘢咁樣，兩邊都寫到啲嘢。甚至乎有啲好配角嘅嗰、那個學長，其實都寫到啲嘢噶嘛。啊、學長那段都有啲深刻嘅嘛，甚至乎啊學長就係、是、哇，我專登過去輸，其實那段好睇啊。學長就係埋嗱，我專登入去，我一定要告白，我告白完我輸，我輸咗出翻嚟就留翻喺兩個入邊啦，即係叫做俾埋個位你兩個去啦，即係用踏過我嘅屍體前進啦，少年都差唔多係咁噶嘛，牀都喺埋度，係啦，要出翻嚟，但轉個頭兩個怕醜，一嘢衝翻出嚟，嚇、啊、兩個做乜出嚟啊？阿學長係咁講噶嘛，點解山田嗰下其實係好乸感動噶嘛，即係話我已經冇手接你粒紐扣，因為我已經有你一粒啦，即係你係播散啊，兩個怕醜所以衝咗出嚟，然後阿學長嗰個反應就是、你兩個做乜出嚟啊？即係差唔多我俾曬俾你兩個，我犧牲埋你兩個出嚟咁樣，同埋就係你講嘅頭先。
佢啲损友啊，即系骑马战啦，骑马战其实写得好好嘅，又系真男人咯，真男人，即系真男人嚟，我觉得，即系话我知道你系我的朋友，但系我都要喺呢一度 show 俾你睇我决心，即系然之后就系输咗场比赛，但系赢到个女朋友啦。咁嗰啲位置我觉得系今季，即系虽然其他女女翻咧都有佢好睇嘅地方，一阵都会讲啦，但系糟糕念头嘅第二季，我谂系男主角同女主角之间嘅互动写得好啦。畫面上構思得好啦，即一套嘢畫面好多方便佢點樣入席嗰只，例如有一度就係唱卡拉 OK， 我嗰集係拍手，入 OP 啦，或者佢送朱古力啊，頭先講騎馬戰啦，即係佢朱古力連埋回禮嗰集連埋條鏈喺入邊咧。加埋手 ending 嗰下真系冇得输嘅，系又系睇个拍手嗰、那个，又系睇嗰个制作。收学旅行啊，即系明明哇扑街啦，俾人拖咗入女仔房，谂住走唔出啦，点知原来真系出边有个人跳咗落嚟，我跳翻到佢仲有封笔啊嘛，上一集就讲定啊，好似马骝咁嗰个咧，个蒙住眼嗰、那个，有之前俾人流滴水嗰个咧，佢走话喂呢个唔系下面，唔系我中意条女间房嚟，我有讲过，同埋呢个讲多少少咧，佢俾人拖咗入女仔房呢段咧。又是可以赞同的，因为他有若干位置其实是改了原作一些东西、但其实不是说魔改，也不是心花苦，是吞了一些东西，不是原作不好，但有些位置可能是原作的次序是适合漫画的表达多一些，因为漫画可以用的回溯其实是多一些的嘛，你除非去到一些很 worse 的 case 被人下令，你现在得回五回被人腰斩，你我用这五回，但是漫画一般你受欢迎的你你係幾乎話數不斷咁落噶嘛，你可以慢慢寫咁樣，你唔好個字就太拖就得啊嘛。但係動畫就係、是、你 fix 咗係十二就十二，十一就十一，十三就十三噶嘛，變咗要善用呢集數嘛。咁而佢係用得好靚，尾三嗰集就騎馬戰。因為嗰時我就話，即係大家有睇原作都知道，你依季應該仲想寫騎馬戰同埋收學旅行兩個 event 啦。咁但係得翻三集啫喎，跟住咁係咪一集？騎馬戰兩集去收學旅行，結果真係咁用，仲用得好。咁但係嗰時諗，唔係喎，中間啲嘢會唔會唔夠時間用？咁而佢喺收學旅行其實係執咗啲次序嚟。佢而家就係首先史川知道山田要 audition， 然後就想衝落去樓下嗰層揾山田，結果就係唔打唔撞俾山田拖咗入去女仔房，然後就係入埋個被竇度，唔知點算。最尾就係有邊個掉咗落嚟，然後跟住佢走翻出去，然後佢就係同山田講咗，我聽日有嘢同你講。跟住就去到告白嗰段，告白完就係擁阿山田過去火車站，直情擁埋佢入去站啦，俾埋零食佢啦，跟住就上火車，真係翻咗過去原本自己嗰邊就去 audition 啊嘛，咁又最尾就翻學校咁樣嘛。其實件事係好順，好 OK 嘅。你睇嗰陣唔覺得問題，但係其實佢本身漫畫原來嘅次序，我再翻睇翻，好得意就係佢係知道山田 audition， 其實跟住落去就已經去神社噶，即係就去告白嗰段噶。而告白完嗰下咧，其實原作係告白完，即係想擁佢去搭車啦。嗰陣時就冇話俾埋袋零食佢啊，冇話另外個 friend 掟埋本書俾佢嘅。跟住男主史川翻咗去啦，到夜晚食飯嗰陣見到，點解山田仲坐咗喺度食飯？然後跟住話啊，係啊，其實咧。我的時間是聽日先，聽日朝早先走都得嘅。喂，咁似另一套嘅屌你！但係嗰下其實好可愛，嗰段唔得嘅，因為嗰段係佢掀翻冇袋，佢諗啊，我點解先？就專係話點解仲喺度嘅？其實嗰陣時我喺原本漫畫唔覺得，即係而家都唔覺得問題嘅。但係嗰下嗰個 feel 就係、是，咦，係喎，即係依下又搞個笑喎。嗰下你覺得男主角其實嗰下佢係一個衝動擁佢過去，其實得係喎，你真係冇問佢個 timing 其實點喎，其實可以聽朝走，唔使而家走噶嘛。咁然後跟住佢就係到俾人捉咗入女仔房嗰段戲嘅，跟住到捉咗女仔房嗰段戲，然後山田第二朝早就自己走先，跟住佢就喺嗰個宿舍住嗰個門口就塞袋零食俾佢，然後就送佢走咁樣，咁之後先至翻去嘅。咁其實依個流程本身我睇漫畫亦都唔覺得問題，都覺得好睇，同埋亦都係後來跟住翻咗過去，佢搭咗。新幹線翻咗去啦，男主角就翻學校揾佢咁嗰啲啊嘛。咁但係呢程真係如果你喺動畫度做咧，其實係長咗啲，因為你唔夠集數，咁咪得翻尾嗰集啫嘛。其實嗰段係，咁你唔夠集數用嘅，咁佢咪 chop 咗某啲位走，然後調咗個次序。咁而家咪好順一條線落，就係總之擁咗山田去嗰個車站門口啦，就話山田真係堅落咗去啦，佢連袋零食都俾埋佢，就係佢壓縮咗嗰啲嘢，調咗次序咯。而調完個次序，成件事佢落去，跟住講佢翻去揾埋佢屋企人，就送去 audition 咁樣嗰啲咧，成件事好順嘅。但係你有時就係有睇原作嘅，你望個動畫有時會諗，咦？呢度嘅次序好似本身唔係咁嘅喎，但係
點解我又好似唔覺掉咗，但係我又好似又記得唔係咁樣。有啲集數我都前面有一集我記得都係咁樣。咁咧你哋睇翻漫畫先知，哎，原來個次序係掉咗嘅。但係動畫做完你唔覺，而就用咗個動畫劇本適合啲嘅方式或者節奏去做咯。佢嗰啲佢又減咗少少嘢，或者壓縮咗合咗某啲嘢一齊，但係就唔會影響咗原本沙符喺動畫加埋個畫面或音樂或者聲優表現咧，係將件事再昇華咗咯。所以依次動畫化其實係做得好好咯，佢將原本漫畫已經好嘅嘢就再做得靚咗咯，係好 OK 好好睇。所以同埋如果我比喻成一個動作翻嚟講咧，內心的糟糕念頭嗰個節奏係掌握得好好，每一場嘅 booking 啊，即係無論市川安排時間咯，或者係啊，市川同阿山田每一集嘅攻守咧，都係有足夠時間俾你去覺得甜啊，或者係佢哋兩個之間成長啊，甚至我舉幾個例啦，包括係阿市川去練習點樣喺畢業典禮嗰度做致辭啦，或者係三月十四去送朱古力啦。或者是兩個人去看戲啊等等等等的場口呢，他兩個的 booking 呢都是十分之好的。我成日是呢看一看不覺就過了一集咯。是。好好好覺的，即有些如果有些作品處理得沒那麼好的 time， 有時看一下咦我這裡只得半集的，但是這裡看到嚇那就半個鐘了，有時會這樣。所以做得好，同埋就算用歌好像剛才講用得很好啦，你本身那幾首歌上季和今季的歌我覺得都很好聽那首。而 opening 剛才有講啦，唱 K 去入嗰集系冇得输嘅，系跟住你话只 ending 而用喺做白色情人节送翻俾阿山田条链，同佢戴条链嗰阵时嚟播埋歌，喂大佬真系要输啊大佬！跟住又去到 ending， 咁我谂讲哦，你只 ending 呢个用咗，因为啲人睇 ending 歌词以为系谂住最尾嗰集再用噶嘛，佢最尾嗰集就唔用嗰首啦，攞翻第一季 OP 摆翻落嚟啊，又系拍手嗰下又系，即系你咁啊系咯，咁我谂住你 ending 咪用两次咯，咁唔使啊，我唔用两次啊，攞翻 OP 一。第一季 OP 嚟用咪得咯，咁样个制作系好用心去谂晒呢啲位，个制作点样将件事雕到最靓系转到尽，我觉得系。冇错，咁啊呢套我自己就都几推荐。系，不过就应该冇咁快会有续住啦，因为而家原作份量都唔系好多嘅，剩翻。但系嗰啲位我有睇，觉得都得意嘅，希望再写长啲，第日可以有第三季咁样咯。冇错，系啦。咁啊，跟住就讲另一套啦，到《若国有奇同学》嘅 Second Stage， 即系第二季。系呢一套咧，我又觉得好多嘢讲嘅。系，因为嗱，我冇估到佢系呢一个小玉事件系头半季嘅 main event 嚟，系啦。但系系写得好嘅，只不过咧，如果你系写一个欺凌事件嘅话咧，佢写出嚟嗰个过程同结果咧。我自己是有很多位好 kick 嘅 ，kick 嘅原因不是因为他写得不好，而是我自身的经历和他写，我不知道是不是日本的文化差异，或者他想表达的角度，或者他想俾大家那个感受是我自己有可能有少少不是觉得咁好啦，即价值观问题咯，价值观问题。嗰时甚至有啲观众讨论都是价值观那样嘢，咁当然呢个就可能有机会听翻上次，因为上次倾咗啦。但是必须要讲的，就算由他开始到他小玉事件完晒成件事咧，佢系写得好好嘅。好的意思是他好描述到欺凌者啦、被欺凌啦，同埋周遭的人。嗰種閱讀空氣，或者成個班房嘅嗰個氣氛嘅營造咧，佢寫得好好嘅。咁但係最尾點解決呢，就係、是、阿葵咧，你既然搞到阿小玉真係去到，即係你踩得太盡啦，嗰邊原本想唔理嘅，佢就真係一開始已經 plan 定要質死你，用翻欺凌嘅依一個橋去質到你社會性死亡。咁我覺得佢嗰條橋好似阿文雅咁 feel 咧，佢係做得好盡，佢係每一步都計算得好盡，係連佢引導其他人攞翻嗰個紙巾包出嚟，係引導阿男神攞紙巾袋啊嘛，係啦，佢係完美噶嘛，鋪曬全部每一步，真係計劃通嘅呢個真係，佢真係計劃通，佢嗰個真係夜神月級噶，佢係啦，喺前半嘅 Death Book 嘅夜神月喎，唔係後半喎。系啦，唔喺众人，系啊，唔喺众人面前想喺只标个写字嗰段嗰个夜神雕。而我嗰个感觉系比文雅讲系更加之唔舒服，因为我自己都讲过，我系唔中意呢一种咁
營造式的友情或者是一個這樣的文化，當然是我自身的經歷啦。我自己覺得有一件事好，就是尤其就是他覺得女主角有時不應該是這樣去玩他的，即是不要玩自己，但是他這樣去用，即是將自己當成個角色 去玩。因為男主角有時都會覺得說咁佢係想接觸多啲人，想改變，但係後來佢發覺呢啲人真係好得意嘅喎，佢又真係真心去接觸啲人。但係女主角就係、是、其實佢除咗最 close 嗰幾個之外，另外啲佢真係當係 NPC 咁啊嘛，有時係。呢套嘢喺第二季嘅時候咧，佢寫啲角色對唔同事件嘅處理咧，佢係寫得好立體啊！即係第一季嘅時候都未去到咁鮮明啊，佢第二季嘅時候好清楚睇到阿葵做嘢嘅方式啦，阿文雅嘅方式啦，同埋其他人去對待啲事件嘅時候會有啲咩反應，佢係寫得都好細緻嘅。呢樣嘢覺得佢寫得幾好。即係好似阿小玉會點反應件事，好似嗰件事我解決得意在就係原本阿葵係出招出到直情佢。真係對方真係撲街噶嘛？即係富金寶咁。但係最尾件事點解對方冇撲街，就係、是、因為小玉咯。係。而一小玉就係佢係諗嗰嗰樣嘢就講嗰樣嘢，但係你就係諗因為佢咁性格，所以先有依班朋友咯，又係。呢件事幾得意，所以埋尾關我。但我諗啦，其實阿小玉嘅 response 咧，我覺得阿葵係有計算過嘅。依、這個可能係嘅，係可能係佢冇講明咯，佢冇講明咯。你諗下佢計咗啲咩？佢係先利用群族壓力，再分化內部勢力，再挑起他人矛盾。再逼到佢，不過我又覺得佢應該最尾唔會算到俾個位你走，我覺得，我覺得佢應該唔會俾個俾個退場位佢。我覺得佢應該係計算埋阿小玉係會咁 response。當然啦，佢再唔佢唔再利用嗰個 response 去再攻擊佢係另一回事。但係即係夜神月係計到咁盡，但係我唔中意啫。但係喺成個劇情嘅走向由。第一集去到而家呢一集，我覺得係寫得好順，成個鋪排係寫得好好。同埋之後阿有奇同阿水澤叫做金毛嗰、那個，算係佢 best friend 啦，嗰個 PUA 高手，係啊，我真係 PUA 高手，係啊，係啊，係啊。跟住佢兩個去翻天台傾偈，就話知道嗰件事，兩個其實水澤就係知阿葵係個點嘅人嚟噶嘛。所以佢先至中意佢，就又覺得咪其實佢又某程度上都係將自己個角色咁營造人，佢又 feel 大家同一類人嘛。咁嗰下就係佢兩個喺天台傾偈就係、是。其实件事系咪计准晒咧？梗系计准晒啦！嗰段佢两个倾偈嗰个过程又系几得意，所以啲角色其实我觉得呢季系几立体几好嘅一样嘢。同埋阿文又都有咁讲啦，件事佢觉得阿葵佢老尽啦，但系佢都有谂翻就系话件事好难拆嘅，系俾我拆唔拆到咧，我未必拆到。觉得作者写得好嘅就系、是、喺我角度，我唔觉得阿葵呢一个系最好嘅办法，但系你当下有冇其他办法？因为拆唔到啊，大佬！好直接，好解決咗個問題。同埋，我覺得個作者，我唔知道原作係咪咁，但係而家睇動畫就係佢唔係要逼我哋要中意阿葵呢個角色啊嘛。佢依下就係有時可能大家個視點有啲近啊，尤其佢嗰幾個就係見或者同埋水澤嗰啲視點就係、是、你見到阿葵就係咁樣做嘢嘅人，你係諗呢個人其實係點咧？其實佢內心佢真正佢係一個點嘅人，你唔知噶嘛。你見到佢個佢個角色嚟噶嘛，其實。变咗呢个角度咁去睇呢个角色，你唔会好，你唔会中意呢个角色，未必会中意到佢。但系你会想谂呢、這个其实佢系点嘅人嚟？呢、這个几多换味嘅，其实我呢个写法。仲有都铺咗阿文也开始好奇，越嚟越唔明白点解会做到呢个咁嘅地步啦。亦都系因为咁拖到去下半季嘅文化祭啦，文化祭亦都系一个 main event 啦。咁、由呢一个欺凌咧，又变成一个党争啦。咁下半季每一集嘅 comment 我都见到大家系支持自己嗰派，即系一个心实实派啦，同埋一个高持派啦。但我覺得好在係咧，佢兩個即係我覺得，如果呢類所謂黨爭翻啦，即係黨爭橋啦咁講，你好睇在就係佢兩邊其實都 OK 噶嘛，即係兩邊都寫得幾好。你覺得佢最尾同邊個一即係揀邊邊，其實都還好咁樣咯。嗱，雖然在於我自己嚟講咧，我唔係好中意咧嗰時阿葵係出個 task 出嚟，喂是但揀條女啦，揀條女 check 咗佢咁樣。呢、這個我唔麻麻地，同埋講明埋一定要揀兩個，你有個 back plan 咁樣啊嘛。係啊，呢樣嘢依樣嘢唔好用。呢樣嘢我覺得麻麻地嘅，咁但係但係就衰咗一樣嘢，道德上唔好啫。但係現實上佢依個做法其實係 work 嘅，係 work 係啊，只係嗰個道德問題啫。但係佢係 work 嘅嘛，件事最慘就佢 IG 嗰啲 task 其實有某程度上係有道德有問題噶嘛。但係咪 work 係 work 㗎？佢真係 work 㗎，係 work 嘅。所以好在佢唔係逼我中意阿葵呢個角色咯。我就係想講咧，就係佢可以拋到個題目出嚟，跟住然後寫到好多個唔同嘅角度出嚟咯。呢樣嘢我覺得係寫得比較成功嘅位啦。同埋佢後面雖然就話係寫黨爭啦，但係佢入面其實係
個內容唔單止係黨爭咁簡單，即係唔係普通我哋睇開嗰類。冇嗰種好反感感覺，即係雖然嗰下你話喂咁樣開兩個係嘅道德唔 OK， 實際上 work 係兩件事啊。但係好彩有其嗰邊，我唔會覺得個觀感冇差，因為佢嗱即係如果一種點寫法，我哋大家會唔中意咧。如果佢係 keep 住喺度同阿喺個同阿咪咪咪喺個 flirt 咧。真係堅係 flirt， 堅係溝佢咧，但係又同時溝另外一邊咧，即係講笑咁講，兩部手機兩個 account 同時兩隻手 send 兩邊短信溝兩個，又最尾揀邊個咁樣，咁我就會唔 OK。但係佢而家過程又唔係咁樣嘅，又 OK 嘅。同埋佢下半季咧，又深入咁寫翻阿文也本身個人嘅自卑，係因為佢去到而家面對兩個人啦，水澤係好認真咁同阿文也講，就係話你唔好用嗰啲借口嚟。講自己話即係咩我依啲個唔得嘅咧，係啦，你唔關我事啊！你唔好用依啲借口嚟貶低自己，依啲借口只不過你攞嚟做退路啲啫，退路嘅啫。咁依啲嘢咧，有一個 PUA 高手同阿文也講咧，我又覺得正常。即係你認唔認同？其實佢又係叫做 care 個朋友啊嘛，就係、是、喂唔好成日咁自貶自己得唔得啫咁樣。依家又幾好其實。不過即係雖然我覺得頭先講啲嘢都 OK， 甚至乎最尾嗰個橋段。其實又咁講嘅，你又睇翻前面啲脈絡，最尾會係同咗阿風香一齊又 OK 嘅。甚至乎你都覺得係嘅，就前面啲你見佢應該係真係中意佢多啲嘅，或者其實佢同阿心實實嗰只唔算係中意，真係算係朋友多啲嘅。佢自己個角度出發都係，但係有樣嘢又要講一講，呢、這個我覺得應該就唔係原作問題嘅，又係嗰個載體媒介唔同。你本身小說去寫若干嘢，啲對話好細節，慢慢講一段較長對話，其實係 O K 嘅。小說就係一個咁嘅載體嚟嘛。但係而家都有啲觀眾，我見個 feedback 都會話：喂，佢係咁喺度講道理，有時好煩喎。即係個喺度啊，喺度做咩要養標誌辯論比賽咁講咁耐嘢，即係咁樣。咁點解觀眾有呢個觀感咧？但係啲對白其實唔係唔得。我覺得對白似乎喺個圖書館同阿風香兩個喺度成日講翻。嗰件事即係講翻佢哋嗰個小説要點做法，其實某程度上就係講埋佢哋內心世界嗰啲嘢啊嘛。對白唔係唔得嘅，但係問題個動畫嘅表達手法咧，就好似真係兩個人坐喺度傾咗好耐偈，然後我就純粹睇兩個傾咗好耐偈，好似睇電子書咁咯。係啊，我好似圖書管理員，我喺側邊執緊個書架嗰陣咧，就望緊，哇！佢哋仲未傾完啊，咁嘅 feel。但係啲內容唔係唔得，但係個動畫表達手法做得唔好啊。喂，咁你數翻上面嗰套，可能你都數翻山田咁。有時兩個都喺度 keep 住講好耐嘢噶，講電話佢嗰程都講好耐啊。但係可能個動畫表達手法，即係啲鏡，你講鏡頭啊，或者個音樂啊、氣氛啊嗰啲嘢，如果你依啲位做好咧，咁就冇嗰種好似我企喺側邊見兩條友傾咗咁耐偈都仲未走嘅感覺。咁呢度就唔係原作問題嘅，我覺得呢個係動畫製作嗰方面嘅。佢動畫化得有啲，即係可以去動畫製作嘅問題咯。即係呢、這個係 P 拉問題啦，唔講或者係。我又冇覺得係去到好。好窒礙我去感受個劇情嘅，只不過係爭啲，係爭啲，即係例如咧，佢用嗰個劇本書啦，或者係咖啡度睇劇本啊，或者其他嘢啊，佢都嘗試去做，但係始終我諗比起《內心拎租念頭》啦，或者咧係《古劍》《古劍同學》，即係兩套個用個動畫嘅方向，其實有時佢呢兩套都會講嘢，冠對白都係好長噶，但係就係、是。動畫鏡頭和音樂嗰方面嘅嘢咯，呢啲。但係即係可能中間佢用咗對白咧，因為去到尾嘅三集，例如講阿谷池同小玉同文也三個人，原本阿文也係覺得阿小玉同谷池係相似噶嘛，但係係後尾佢先開始發覺到原來谷池想。講佢話想改變個世界同小玉想改變自己完全兩回事嚟噶嘛？咁我覺得依樣嘢寫得好嘅，而去到最尾我諗嗱，以黨爭嘅結果嚟講咧，我覺得兩邊都寫得足嘅，佢唔會好似話真係話哇點解寫到一邊，然之後係點解喺依邊得到啊？雖然 comment 下邊即係個個都話心實實。啊，好好可憐啦！但係我覺得係咁，因為我覺得前面就係 keep 住寫嗰啲位，就係要因為呢個角色預咗書，所以嗰啲位要寫嚟等你覺得抌心啲啫。即就唔好話咁樣，但係我覺得佢兩邊都寫得到嘅，即係你揀兩個都可以有佢嘅理由喺度咯。即係唔會話夾硬，即係劇情殺嗰啲咁樣嘅嘢嘅，我覺得冇呢樣嘢嘅。係啊，咁亦都唔係嗰啲咩一開頭就已經注定咗邊個贏邊個輸嗰啲啊！書名都話撚咗俾你邊個贏嗰啲咧，就唔撚係咯。唔係呢啲啊，係啊。咁同埋佢最尾例如個劇嘅轉折位，然之後哇，原來佢係咁諗嘅。到最尾真係 kind of 係告白啦，咁我都 OK 嘅。但係我冇睇原作啦，
我不知道是不是动画组故意要揭露一些东西，我一个很强烈的感觉，屌，日南铺撚了这么柒多东西，是不是阿葵本身那个过去先是引起阿文也觉得原来我先跟他是一个很有共鸣的男女朋友一个这样的关系呢？我就希望不是这样的。有些人这样果然好像有些是有看原作的话不是的，不是的，好像不是这样的，是的。因为我不希望哦，因为阿葵因为我觉得如果有其同阿葵两个真的这样一起的话就好像会有些即系唔系咁好咯，嗯，即系佢两个关系，我觉得唔应该变咗嗰种咯。如果我睇前面嘅，系咯，你反而嗰阿葵同嗰水泽嗰啲，我觉得会好啲咯。因为而家铺咗多嘢噶嘛，例如阿葵个妹嘅数目啦，佢点解要咁做啦？好水星的魔女，系你咧去咗边啊？你嗰个啲全部啲分都系你妹嚟噶咁样。本身文本或者动画组都做到嘢噶，甚至呢一套动画表达手法咯，我觉得纯粹我系呢个位，我觉得争啲啫，但系其实算系。咁噶啦，然后跟住有啲人再放大啲，你以 P 拉嚟讲就更加好啦。我啱啱想讲，以 P 九嚟讲系超水准。系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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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咪睇睇下，我都唔记得最多呢堆嘢系 P 九整噶啦。系啊系啊，P 九真系超水准。此嘅线啲画，我觉得都还原得好嘅，都 OK 嘅，系啊，所以我觉得都 overall 嚟讲系超水准表现嚟嘅。即系虽然你动画表达手法就真系你。拍其他作品就是有個比喺度，但如果你有時咩噶嘛，人一定超越其他人，最緊超越自己嘛。呢篇喺你講就好好嘅，係咯。同埋冇我睇第一季之後咁棘咯，係即係我頭先講第二季中間嗰啲位棘嗰啲位係我自己個人觀念同個作者寫出嚟啲嘢啫，但係佢劇情係做得很好好嘅，咁所以除咗呢一套。我想山田啦，都係兩套我好推薦大家睇嘅呢一個愛情番咯，係啊。咁跟住落嚟下一套咧，就係、是、北海道辣妹嘅金吉追啊！金古追咁啊，嗰個字就好似係啲咩？佢嗰邊地方咩很可愛嗰、那個嗰、那個啦，佢嗰邊個地方方言啊，係啦，咁啊，即係阿老江湖咧，即係我哋講係啦。喂，即係咪變講係咪即係索啊咁嘅意思啊？係啦。阿老江湖呢套嘢咧，即系我哋嗰阵时讲话老江湖啦。讲笑咁讲啊，拍咗上台嗰套嚟讲。冇错，我哋初时 what I expect to see 咧，就系一啲北海道嘅旅游番啦，即系介绍下北海道当地有啲乜嘢啊，跟住有条女喺度跟住你去带你去旅行之类咁样嘅爱情故事嘅。我喺嗰次我就话觉得女主角送上门嘅程度又好似未免太过咩？我嗰次讲笑话啊嘛，喂，呢个古仔写我系唔系讲如何北海道辣妹要揸干一个？东京来的男仔的故事，不知男仔是可能他是一个富二代要揸干他的金钱，是不是一个这么有心机的故事呢？那就不是的，后面其实都纯情回来的，纯情回来的，是他穿得不太纯情的。咁之後咧都出咗幾個唔同嘅新嘅女角出嚟啦，咁樣就有一個就中意打機噶啦，咁啊有一個咧就係佢和服控啦嗰啲，和服控歷史控係啦，咁啊出咗幾個嘅，咁其實辣妹就係第一個嘅啫，係咪先？咁其他嗰兩個都唔係好辣嘅啫嘛。都有啊，寫多少少寫埋阿松江配嗰個角色同佢做戲好兄弟玩嗰啲咯，但係嗰寫唔多嘅，不過都得意嘅，篇幅唔多啦。咁樣喺呢套入面咧，我自己個人啦嚇，我覺得幾個角色都寫得都得意嘅，都吸引嘅。咁但係佢去到好後期咧，先至出嗰個中意和服嗰條女咁樣啦。咁但係出嚟個篇幅又少，又唔係好重要嘅劇情。咁點解無啦啦要喺後半段要加條女咁樣咧？所以講原作有咯，而家真係擺明係。係啦，即係變咗個篇幅早啲出會好啲。係啊，個篇幅嗰個鋪排會比較差少少，即係可能你。動畫可能你的篇幅可能放早一點啊，或者是或者早一點帶了這個角色出來在旁邊打醬油才會好一點咯，是啊，如果動畫改一樣東西好一點，現在會變成是那個 balance 會比較差一點，因為第二個打機那個其實我覺得 OK 的，那個寫得有一個很重要的差別在這裡，因為打機那個和個女主角他們竟然是三個人是一 group 人，是的，三個是有互動的嘛，他那裡寫得 OK， 但和服那個純粹是隔離屋想過來 check 他而已，那變成他們那個篇幅內容和交集會比較少一點，如果你再加上你是這麼後期才加入的話，其實整個感覺是很散的，那個感覺你都說是說主要三個女角，但是其實 Mini 是兩個而已，真的是的，而他最後你又可以當是
最主要其實都是要寫翻阿金髮嗰個啫，啊不可勞辣妹啫，寫翻辣妹啫。係，咁我都明白嘅，即係你標題都咁樣寫啦，好難唔寫佢嘅，咁好正常啦。咁但係咧，我必須要喺度講嘅咧，就係佢臨尾嘅劇情啦。嗰個 main event 啊，因為嗰度好得意，佢係尾二尾三左右啊，開始無啦啦講，開始係啊，就講阿辣妹啦。有時咧話，我要主動啲去揾男主角做某啲嘢。系咯，即系讲到好似有啲咩嘢，好似好快就快唔喺度啊嗰啲咁样。咁如果四月字你嘅方言，我就知咩事。咁佢呢个咁我谂，佢前面个 present 词啊嘛，扑街。我明嘅，佢嗰套真系咁讲，唔系嗰个，因为佢作为观众就系谂，喂，佢系咪有啲咩事咧？啊，但系呢套唔系四月嚟噶嘛。以后我唔喺度嘅时候咧，你又可以同阿边个喺度玩啊？呢套又唔使死人嘅应该，咁所以又谂，我咁唔使死人嘅，咁咪九成九转学咯，或者出国读书咯咁样啊，系咯，跟住应该讲呢啲。咁而咧再提嗰几题啦。就真係嘅，又話啊好啦，我哋同你某個地方玩啦，跟住話我有啲嘢要講俾你聽。咁男主角話：哎呀，佢想我講啲咩啊？唔通想我告白嗰啲嘢？唔係，我知道你中意睇櫻花啊，開到有個位置可以睇櫻花㗎、啊，我特登帶你過去咁樣啦。但係佢講明話我啲嘢同你講㗎嘛。係啦，要喺嗰度咧同你講一啲好重要嘅嘢。係啊，咁嗰刻大家都心諗啊，前幾站鋪你一定去讀書啦，而家行埋，其實咧我就嚟要去讀書啦，離開呢個北海道去讀書啦。跟住男主角，其实那段男主角 shocking 喊嗰啲位或者揽住嗰啲位好睇嘅。男主角佢系个反应，即系个内心咧都有写到佢啲描写，即系佢话发现咗原来佢系想 check 佢嘅咁样，又好唔舍得佢啊呢啲咁嘅嘢咧，系有写到啲表达都 OK 嘅。同埋佢写到话，其实前面系咁多嘢会遇到咁多得意事，都系因为识咗佢，就觉得好似佢改变咗佢咁样嘅，好睇嘅呢位得意嘅，比我预期中写好啊。但系嗰位写我。其实我出去读书啦，咁男主角唔舍得啦。最尾嗰集就系男主角喺一个一点处理情况，因为佢两个既不是情侣嚟噶嘛，唔系情侣嗰只关系。咁但系佢其实又未面对晒自己应该点啊，同埋有时谂我份人系咪某啲位就会退缩去逃避咧？咁谂呢位几好睇。然后最尾就系原来女主角咧，扎加衣将个头饰就塞咗喺个袋度，咁咧就想等男主角。即系其实发现嗰头饰就喺机场揾佢嗰啲咁嘅嘢，跟住去机场啊呢啲情况，咁啊，然后咧，咁咪话男主角攞嗰块嘢，我应该点好咧？到最后就好，我唔再逃避啦。咁然后就去叫阿爸，阿爸车我去机场。跟住话唔得，我要开会喎，啲嘢唔好，我一定去机场。呢件事我点样做到？咁啊，阿林阿爸真系帮佢手过机场，系 OK 嘅成。即刻打电话系话同我 cancel 咗之后我会。系啦系啦，虽然都好 TVB 嘅，但系我觉得系好嘅 ，OK 嘅，好睇嘅。但系嗰阵时咁去机场啦，咁你作为个观众咧，呢段老实讲咧，我个内心挣扎就系我谂嗰时我系谂起 TVB 嘅，系啊。但系其实你作为观众咧，我个内心啊挣扎咗几次，我冲咗几次位。我第一次谂就系而家讲女主角，即系嗰下估中咗啦，即系女主角要去留学嗰啲嘢啦。咁谂你应该真系去留学，我估你应该真系出去两三年，然后跟住翻翻嚟搵男主角嗰啲嘢系嘛。我谂紧你一定系咁写嘅，你冇理由话其实你去两个礼拜之类嗰啲咁嘅嘢嘅，唔会嘅。我心谂2024年你唔会咁样嚟玩我嘅，唔会搞到两集先话其实我出去两个月啊，两个礼拜嗰啲，你唔会咁做嘅。但系嗰下咧又好似咧，我话嗰时我睇咩 BBC Sherlock 嗰套剧咁咧，又系有种咧不断否定自己，就系我内心其实觉得咧，你九成九系咁样嘅，你真系九成九系话其实你要两个礼拜翻嚟啫，你唔使唔舍得我啲嘢。但我内心不如我自己讲，冇理由嘅。2024年，你唔会仲咁样 TVB 识玩我嘅。你点高 TVB 极高，我整个两年后翻嚟啦，个黑底白字咁出嚟都好啦，系嘛？唔系影住个蓝天，然后就揾咩两个月后，唔系两年后啲嘢。你至少嗰个两年翻嚟，两个重遇翻，咁咪件事浪漫啲咯，系嘛？冇奶油转头同我讲，我转头翻嚟嘅，咁样唔会嘅。点知喺机场度搞咗一轮，都几感动，即系佢有啲感动嘅一段相遇戏。又话，就算半年有一年都好，我会等你噶。吓，我唔使咁耐，我两个礼拜翻嚟噶。吓，两个礼拜？系啊，但系我成世人未离开个北海道噶嘛，我紧张噶，知唔知啊？即系嗰时我系撇咗喺度，我心谂，我不断其实我估到嘅，但系点解我系咁否定自己？因为我唔想相信你最尾真系俾依条桥我，而你又坚系俾。嗱咁讲，咁讲嗱，我净系即系因为时间关系啦，我净系睇最尾一集啦。我感觉就系话，我又唔可以话你错，但系好似有啲搞笑咯。但系嗱，
会唔会好似我哋一阵喺某一节讲，即系最尾嗰两集搞到我哋反台嗰啲咁嘅翻咧？又唔系嘅，嗱，即系咁讲，即系我觉得系老土嘅。但系你话有冇好似之前咩阿荷兰水嗰套咁过分咧？我觉得未到嘅。佢系呢个位啫，其实同埋。我少少諗唔知會唔會係動畫原創嗰啲位嚟嘅，即係呢個冇睇原作，唔知因為啲人話原作好似後面都有啲重要 event 嘅，咁我唔知道是動畫最尾咁樣埋個動畫 end 俾我哋，我又唔知係咪，咁但係就算係嘅，唔係唔得嘅，咩動畫 end 好多啲戀愛作品要原創 end 都係咁做法，咁但係嗰下有種不願接受，到最尾啊你真係咁樣俾我，唉算啦。我唔知咧係咪睇咗頭幾集，即係佢係相對地結構簡單啦，同埋畫風都係相對地簡單，同埋只係集中喺女主角某一啲部位啦。咁所以咧，我去到最尾睇到佢咁樣處理咧，我又覺得還可以啦，即係講得你老好啫。係老土，唔係我又唔冇反台嘅。係嗰下你自己套咗從頂嚟個肺，真係俾我兩個禮拜。但系套嘢整体睇成季，我都系好睇嘅。即系中间打拍咗一头，我哋话喂，佢好似心机婊咁，好似想擒佢个剑，系有钱仔想擒佢。后其实中间真系冇呢只 feel 嘅。你觉得真系同埋你见嗰个男主角好似点样，会慢慢喺嗰度生活咯、生活得好开心。点样开始话喂唔系，我唔想离开北海道。阿嫲话佢个阿嫲话喂，你今次唔考好啲，我觉得你喺度玩嘅，我话扫你翻东京啦咁样。咁而佢真係話：咁我唔可以走，因為呢度有我啲朋友喺度。咁然後佢就真係完成嗰件事，又或者中間甚或乎啲角色佢哋嗰啲關係有時放下閃，又或者好似愛妹妹嗰啲都幾得意嘅，係咯。或者講男主角喺嗰個生活點開心咗，都好睇。我覺得佢寫生活嗰啲位寫得 OK 嘅，即係好似佢哋去釣魚嗰集其實得意。我純粹略嫌佢就真係。北海道的元素真的比较少，即可能我 expect 你的 title 写到明北海道的，佢系有时你就比较少啲呢类嘅元素。喂，有时有讲下话咩？我系北，不过有啲嘢嗰个讲到，即好似话咩？话喂，去食烤肉啊，话烤肉贵喎，喺北海道食烤肉冇嘅，嗰边咁贵嘅咁样，嗰啲嘢系得意啊，即系有咯，系啊，或者话我去钓下鱼啊，钓鱼我点整啊，我呢边兴咁玩嘅咁样。都有啲啲嘅 ，OK 嘅。其實呢個整體嚟講，我幾好睇嘅。係，如果你 OK 嘅，同埋啲女角畫得靚嘅，真係比較輕鬆少少，即係冇乜包袱，冇乜嘢睇，即係純粹 hea 下睇都冇乜。我甚至嗰嗰頭幾集之後套嘢好睇咗添嘅。系嘅，个观感系 OK 嘅。观感觉得好似系想揸干个有钱仔，后来唔好意思。唔系咁初时我哋唔知佢系咪真系老江湖想揸佢。后来发觉呢个唔系老江湖，佢真系老。佢冇咁醒啊！佢老残嚟嘅。佢冇咁醒噶。老江湖嚟嘅。佢系老残，佢唔系老江。佢系老江湖，唔系老残。但系你讲佢女主傻啊傻，好似整朱古力嗰集咧，个朱古力真系一路搞恶晒，然后翻去又喊嗰，咁嗰啲咩又几得意嘅，几可爱嘅啲角色，成班都系。所以整体嚟讲，呢度推荐嘅。你最尾嗰两个礼拜一个算啦，你当动画 end 要俾啲。啊，动画 end 咁样啊，呢啲话有佢啦，系咯。咁但系其实好睇嘅呢套 ，OK， 系啦。咁啊呢套差唔多啦，跟住到今节最后一套啊，就系指尖相触，恋恋不舍，系五条五沟女嘅一套。唔系，嗰、那个唔系五条五嚟嘅，虽然好似系神仙生嘅，虽然有啲佢着埋套黑衫咧，有时着佢件 T 恤黑色衫咧，喂，真系好鬼好咒术师有啲衣仔。咁同埋佢成日出国噶嘛。出国啫，唔出定名啦。咁嗱，我自己睇咧，日神先生喺头半季都硬系有种感觉，系我睇落去系玩家 feel。佢其中一个玩家 feel 啦，第二就系佢对阿雪嘅嗰种感情咧，系有时表现到系好似好奇一种新嘅事物，多过真系一种恋爱。因为女主角就系、是、听障人士嚟嘅，同人沟通要用手语或者手机短信 send 俾人，或者打手机俾人睇咁样嗰种咯。阿雪表現到，即例如手語，其實手語是好似咁講一種好 personal 嘅嘢嚟嘅。咁而日神隔離嗰啲 friend 係成日知道佢話：，哇，你阿雪中意佢，喂，你唔好傷害人喎，日神。因為佢個人咧係完全係可以用一句嚟形容，就係冇腳嘅雀仔啊！即係佢真係讀大學可以一個月唔見咗去咗外國，然之後哇，個禮拜又飛去邊度啊咁樣，跟住之後翻嚟，又翻咗嚟啊咁樣。同埋就係、是。佢細個喺外國住過，然之後佢嘅語言能力或者佢即係好老土啲咁講嘅 PUA 嘅能力都係非常之高噶嘛。咁、所以即係後來發覺原來唔止樣啦，佢交友能力好高啦。comment 都有寫，而之後我嗰一集都有少少唔係好好嘅地方，就係、是、阿雪一個人上咗佢屋企。然之後日神咧嗰種身體距離咧係一下子縮短咗好多。嗱、都係嗰樣嘢。系啊，日神先生咁位靓仔咁嘅样咧，做呢嘢先得嘅啫，其他人做咧真系濑嘅，
系啊，随时已经 B 部红吉同学嘅都有句啦，系啦。咁我首先你唔会嗌嗰人上，未必嗌嗰人啦。你嗌到人哋或者佢距离冇得缩咁远咧，你就变红吉同学噶啦，系啦。咁当然啦，我亦都喺下边 YouTube 嘅 comment 咧，好多人嗰集就即刻话即系摸佢肚噶嘛，又知佢噶嘛。诶，红吉同学入边，一般人咪 B 部又系啦，又同未知入面望住红吉同学俾人塌咗走咯。但系同时我亦都有见人用拍片嚟即系去分析啦，就系话其实你都 kind of 可以讲就系话呢种身体距离有问题嘅，而但系同时喺故事嘅 structure 嚟睇咧。日神嗰下其实同阿雪嘅互动 ，kind of 可以理解系做一个 body language 的溝通，因为佢一个听障人士啦。咁但系始终我作为一个男性，好大嘅警号啊 ，beep 喺度俾人睇响咧，就系实有警棍，系啦，距离个电话越嚟越近啦。呢个一条马路咁做法，你实有阴谋。同埋因为阿雪喺个故事里面都系一个比较摆明好易俾人困到只，类似衰啲咁讲，你觉得系好易俾人吓跳嗰啲？系啦，咁衰啲咁讲，真系有呢种 feel。但系嗱，当然佢有一个好坚强，亦都好想去。改變生活係啦係啦，咁但係嗰下係真係有一種kick嘅感覺嘅。不過好在就係因為你喺舞台已經發覺，可能其實係少女漫嗰種嚟噶嘛。咁喺少女漫嚟講，佢哋兩個應該好純情嘅啲嘢已經。係。咁同埋我估唔到喺第六集已經完咗一個壓啦。即係因為咧，阿日神亦都告白啦。咁然之後，亦都 kind of 兩個人確定咗個關係啦。同埋有樣嘢好就係前面寫咧，可能幾日出去玩咧，其實佢慢慢都寫到阿日神，因為嗰陣時大家睇就諗喂，其實佢唔係真係 player 嚟㗎，即係見得意貪得意玩，因為觀眾會有一個感覺嘛。但係佢中間寫到啲 friend 見佢件事，喂，佢平時份人唔係咁嘅喎，或者喂佢嗌佢個名嗌咁温柔，冇幾可聽到佢咁嘅聲，因為佢嗰陣時嗌佢個名嗌嗰個温柔咧，係另外兩個 friend 一嘢望住。哇！佢咩事啊？撞邪嗰只咁嘅 feel 咧，咁呢啲位你又見到佢真係認真，咁咪後半劇情你見佢慢慢為咗去學手語嗰樣嘢，唔係純粹好奇，佢真係中意依個女仔咁樣，嗰啲寫得 OK 嘅，我覺得。但我估唔到季中就搞掂咗啦，已經。同埋第六集真係好似季中咁樣噶，佢告完白播埋 OP 啊，真係好似成套嘢完咗咁樣。播埋歌真係好似完咗咁樣啊！播埋歌。咁但係其實佢有之後嘅集數啦，咁而之後嘅集數啦，其他線包括係咩咧？就是、由第七集開始到最尾一集咧 ，YouTube comment 成日都見到啦，就係、是、依一個青梅竹馬線啦，英子啦。因為女主角的青梅竹馬係啦，咁啊英子知道了阿日神原來溝了佢心愛的阿雪之後咧，又佢自己嗰時仲係未唔知道自己對阿雪嗰只嘢係點噶嘛，佢又好亂噶嘛，佢又好亂嘅，然之後佢又揾阿日神傾下偈，即係唔係寫得唔好就亂啦，佢個人本身諗嘢好亂咧咁講。咁同時有其他嘅線，包括雪為咗實現佢想同日神去旅行嘅一個目標，就係揾工啦。但係亦都好現實地，你一個聽障人士係比較難揾工啦。佢嗰段寫得幾好，即係寫佢聽障人士點樣揾工揾 part time 會難過其他人咁樣。咁亦都有一集係講阿英智過去啦。佢點解咁中意阿雪啦？同埋點解中意手語啦？其實佢中意埋手語嘅兩嘢一齊嘅。點解佢覺得日神係一個 player 啦？亦都日神同佢傾過之後，佢 kind of 認清自己嘅目標啦。佢其實有啲位記得，即係好似阿日神就係覺得呢個係佢青梅竹馬嚟噶嘛，即係佢個 friend 嚟噶嘛。同埋佢一睇就知道你係中意阿雪噶啦，擺明。即係佢覺得你阿雪嚟講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人。咁佢又。佢又真係認真看待佢哋個關係嘛，就好似想都要接觸佢身邊人嘛。咁點都好，跟住佢咁，我要同呢個人做朋友。而佢嗰次好笑，一翻學一嘢滴咗佢走，好似搶人，好似打劫咁樣咧，掹咗阿英智走，跟住話喂行啊，跟住啲人話，跟住啲外國人嗰啲見到，喂搞咩啊？依個邊個嚟噶？你 friend 嚟啊？唔係啊，唔係我 friend 嚟噶，不過我想同佢 friend 啦，而家我掹佢去掃房度傾偈啊，咁樣咧，唔該以為隻抽咁樣，跟住再之後仲掹埋佢去酒吧飲酒啦。嗰集係好得意嘅，見嗰兩個人個關係好得意嘅。但係我唔希望英智係變成一個。纏住阿雪嘅人咯，哦，即系唔希望变咗帮奶奶报仇嗰啲咁样翻。系啦，因为而家有好多时咧，即系个感觉就系阿英智都好 care 阿雪啦，而阿雪就系、是、阿雪咧有一句咧系俾人喺 comment 度屌得好劲嘅，就系话佢见到阿英智咧觉得吓点解佢变咗我一个我唔认识嘅人嘅，然之后 comment 系屌鸠佢就系话。因为你根本冇去认识过佢而家佢啊，咁我觉得系啊，英智份人平时成日耍傲娇啊嘛，咁啊变嗰下唔傲娇咁咪，突然之间好似变咗第二个人咯。咁我见咗 comment 之前就系咁屌阿英智嘅，其实
就话啊，喂，你成日喺度贬低阿雪，你呢啲咁嘅扑街系唔 deserve 佢嘅，即系有啲可能女性 fans 又觉得佢好贬低阿雪，其实又有少少嘅前面，即系成日话喂你一个人你聋嘅大佬，你唔好真系走啊咁样嗰啲，觉得好贬低佢，但系佢觉得五条啊唔系阿日神，佢觉得日神就系会唔系贬低佢而去了解佢啊嘛，咁其实我觉得如果你套恋爱翻，你写到呢啲就得意嘅，同埋。如果你話入邊有另外幾條線啦，其實依套就你某程度算群像劇嚟，但係有好有唔好就係佢係群像劇，佢好多條線，即係頭先講阿日神同阿雪一條線啦，係，仲有另一條線就係阿本道豐配嗰個啦，即係阿雪個 best friend 啦，好姊妹啦，再同埋阿日神個表哥咁樣啦，嗰條線啦，嗰條線其實好日劇嘅，嗰條線就好堅日劇嘅，跟住另一條線就阿森同阿愛馬同阿日神嘅兩個 best friend 嚟嘅，其實係，但係一個就係中學。明恋去不断示爱想追佢，但系佢又 keep 住唔 OK。而另一个就系佢 best friend， 但系佢依个 best friend 其实系中意阿外马咁样，变咗一个咁嘅你 so call 叫三角关系啦。其实嗰条线几低沙乎，后来知道咗阿日神已经同咗阿雪一齐，跟住阿心成日谂我点样同阿 Emma 讲件事好咧？跟住佢话又要理清翻自己，就系、是、其实我系中意佢，同埋佢讲翻佢两个往事中学嗰段，其实又几得意。喂，其实呢条线我觉得几吸引，但系。后来就反而冇乜写咗呢条线，我会觉得可能系经过咗第六集之后咧，虽然之后下半季咧，阿雪同阿日神咧系好多闪光位嘅，亦都其实围绕住佢啦，围绕住阿雪点样去感受阿日神嘅爱啦，而阿日神亦都为咗阿雪而去 improve 自己或者去care 多啲佢自己啦，我就唔希望咧。就之後會有啲咩三角戀啊，頭人啦、啊，唔好搞啦，冇啊啲咁嘅嘢啦，即係你好明顯都係一套純愛翻嚟噶啦，唔好搞唔好搞淘淘出嚟啦。但係又咁講呢套嘢，佢寫啲角色其實係得意嘅，即係寫立體嘅，甚至乎佢如果係群像劇咁發展好，但係有時有少少篇幅上就係佢半季就係寫阿日神同阿雪啊嘛，其他啲線就即係點住水點住水寫，到後半季先好似一次寫翻曬其他線。变咗佢好似群像剧嘅方式，但系唔系好平均分布咯，就好似前面写晒两个，后面就哦再摆翻落去写下写下咁样，就有时群像唔晒咯，变咗啲篇幅有时我唔知点讲，如果后半季我觉得追看性系冇前半季咁，系后半季系散啲嘅，觉得好似系嗱就系、是、总之系日神同阿雪两个不断喺放闪啦，闪到你盲咁就系啦，然后嗰集又可能会加插下其他线嗰啲嘢摆入边做下咁样咯。唔系呢套我冇睇啦，我纯粹听你哋讲嘅。咁会唔会系因为好多番咧都系男女主角喺埋咗一齐之后，成套嘢就会变质嘅。系系系。咁呢套会唔会系呢一种嘅情况？佢应该又去到佢只系本身佢谂住都系咁写嗰只，而因为头先讲嗰种就可能啲少年漫向嘅嗰只即系喺少年漫连载嗰种恋爱番咧，有时就系、是。一齐咗之后就好似唔知写乜好咁样噶嘛，佢依度就唔系嘅，你觉得佢真系本身谂好晒啲嘢，但系就你个故事分布上同埋有时后面啲嘢太蜻蜓点水，即系好似嗰下哦实习站讲一讲，咁讲完之后就哦咁就 cut 去第二条线啦，咁讲翻另一边嘅嘢啦，咁跟住另一边嘅嘢可能提几题，即系好似其实阿边个阿日神个表哥同埋阿边个啊，本道丰配嗰个咧，其实嗰个真系烧完嘢食之后好似冇咗影咁，纯粹闲谈讲一讲咁样。平时讲喂，你同阿边个系咪又去约会嚟啊？咁样嗰啲位又好似太过少，有时会篇幅分布咯。我觉得系。但系又咁讲，因为相比起我哋今次讲上三套咧，因为上三套都系中学，但系呢一套咧，因为佢大家个角色系挨近成年啦，或者大家都读紧大学啦，咁佢处理嗰个剧情系用咁嘅走向，我又觉得 O、OK、K。但系的确系好似咁讲，后半季如果唔系我一次过睇咧，后半季你叫我例如逐个星期睇，我又唔会话真系追看性咁大。因为嗰时我系逐个星期睇，我睇到六，我睇到即系中间嗰度左右咧，我系停一停咗，根本好似有啲散，不如我季尾先一次睇，我系咁样。我根本唔系剧情问题，系。是那个安排问题，因为我纯粹，但剧情是好睇嘅。O K 嘅 ，O K 嘅，我都想睇下究竟，即系你嗱，我最憎嗰啲咩剧情咧？千祈唔好咧，阿雪咧又自己自卑啊，又见到阿日神好似，即自卑，真系睇到真系兴噶嘛，大佬。即系你唔好咁，唔好无啦啦负进度啊。然之后又无啦啦有一个话十全十美嘅人出嚟抢阿日神啊，啲我唔想睇呢啲，千祈唔好。最初见阿爱马出嚟，我以为嗰种嘅，好彩唔系咁样，系咯，唔好搞呢啲就得咯。咁但系呢啲又呢套会唔会有一续季就
唔知道，因為依類作品有時續嘅可能性都未必高嘅，我成日覺得係咯。相比話咁，但係 OK 啦，即係咁睇一季動畫，特別而家出曬成季咁睇，應該 OK 嘅。同埋佢嗰種畫風係清新、清新日劇口味多嘅，即係劇集口味多啲嘅呢套戲。喂，咁今次嚟到呢度差唔多先啦。咁啊，陣間翻嚟再講下其他啲嘅作品啦，可能都係啊，即係叫做戀愛向啊，或者有啲 surface 向嘅，有啲黐線啲嘅都有，乜都有啲喺度啦。好啦，喂，咁啊，今次到呢度差唔多，下節嘅動物戰隊翻嚟繼續。